3月21号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发文称，在肖战工作室的帮助下，粉丝公益项目组正式开始运营，希望带动所有支持肖战的朋友将爱意凝聚成公益的力量，为身边有需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武汉疫情爆发以后，肖战的粉丝表现很是抢眼，如今国外疫情形势也非常严峻，近日在某平台发起的为伊朗新冠疫情做筹款的活动中，不少艺人的粉丝都积极参与，其中肖战粉丝以超过48万的筹款额位居捐赠榜第一，三天时间参与人数31000人，可见肖战的粉丝团体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，以爱之名与战同行。2019年肖战粉丝以这样的口号一路前行，全年共参与120余个公益项目，募捐善款328万，公益投入总额近450万元。疫情期间粉丝们齐聚为爱奉献，伸出援助之手，累计捐赠善款及物资约223万元。